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跟大家讲一个防身术里边打拳的一个小技巧。首先呢，把你的手指握住，然后食指呢这样子扣住，然后大拇指这样顶住你的食指的这个关节，然后用你这个食指的这个中间这个关节来攻击对方。在攻击的时候呢，这个顶点打出去呢就像针扎一样，所以说会疼痛感会非常的强烈啊。那给大家做个示范看一下啊，撑住撑住啊。所以说这个力的话打出去的时候呢，你这个力量呢虽然用的不是很大，但是对方的疼痛感会更加的强烈，这是一个小技巧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学习一下。